金马影后林嘉欣的演技相信大家都无需要怀疑，而她每次在镜头前都会寻求突破，这次她在新戏里面就挑战演 SM 的戏份，为了令画面逼真，嘉欣事前都细心认真听足指示点拍，不过她也有讲下笑，希望令紧张的气氛可以缓和一下。你身材好过我，我嬲啊！我第一次拍 SM 长跑，咁反而技术上是有少少，即係你要擔心你另外一個演員咯，即係 Kelvin， 因為佢粒膠袋啊，要要勒頸啊，用皮帶勒頸，咁我又要用力啊，咁所以係成日都會問 Kelvin 你 O 唔 OK，O 唔 OK， 你要出聲咁，係咯，即係都好明白，即係演戲，但係大家都要係咯安全為重。嘉欣嘅對手 Kelvin 全程都被膠袋勒頭，仲要用盡力掙扎。看下每逢一停机，他就要用风扇帮自己降温，就知道有几辛苦啦。所以嘉欣都好体贴对手，希望自己尽力做好一剔过拍晒。因为呢啲戏你都系要用少少力先至，如果唔系你个皮带松飘飘就唔系好得啊嘛。咁所以你希望越准确越好咯。咁你 NG 嘅次数咪越短咯。咁最好一次过系咪先？咁所以 OK。